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Y Lighting 的 YouTube Channel。 今次介绍的是 Panasonic 的全新天花隐形伸缩吊风扇，即刻讲下这个型号是 HHLZ4523 的天花吊风扇的独特特点。扇叶未打开风扇叶之前的直径是 480mm， 打开了风扇叶之后的直径是 1060mm， 即是大约42寸。由天花板去到风扇叶最低点是 250mm， 由天花板去到风扇灯最低点是 330mm，就算安装在8尺楼底，即是 244cm 都不会觉得有压迫感。 LED 部分有多种颜色色温给大家选择，分别是 6500K、 3000K、 4500K。 LED 的照明功率是 36W，RA 显色指数 CRI 是95，确保物体的真实颜色可以呈现到，加上直流 DC 的 Moda 确保天花吊风扇运转时候更加静音和节能悭电。 LED 最光的状态是3500个流明，提供充足光度而且悭电的照明，足够照顾一个100平方尺楼底不超过9尺半，即是 289cm 100平方尺的立体空间。风扇支援多功能的吹风模式，逆时针方向转就是向下吹，顺时针方向转就是向上吹，提供在不同季节感受到最舒适的风。遥控可以控制6个风速选择，4个时间制，包括了1小时、2小时、4小时、8小时，当然亦有自然风的功能。操控灯光方面很简单，可以使用墙壁的开关、短按控制到灯光的色温转换，或者用遥控控制灯光的色温转换以及风扇的速度控制。所以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天花吊风扇，更加是 Panasonic 精心设计的高显色指数照明产品。加上风扇的功能，无论是春夏秋冬，配合冷气机、抽湿机、放湿机、暖风机，它都能够为你带来温暖和凉爽。讲了这么久，等我即刻示范一下怎样操作这个灯具和风扇给各位看看。首先我无意用墙壁的灯掣打开这个风扇灯的灯的部分，不过我是用 Apple Watch 试给大家看。第一下是白光，我即刻熄咗佢，再开翻佢，熄，再开翻。第二下是自然光，熄。第三下是黄光。试完用墙壁的开关，我而家试下用个遥控去控制俾各位睇下啦。呢、这个咧就系 Panasonic 嘅原装遥控啦。我用遥控去控制下呢个灯嘅转色温俾大家睇下啦。熄灯开灯，自然光，睇我只手。熄灯开灯，白光。熄灯开灯，系黄光。好啦，我而家熄咗个灯，试下风扇嘅效果俾各位睇下啦。要试风扇，梗系唔少得我嘅胶袋道具啦。诶，攞咗出嚟啦。嗱，我将佢咁样摆喺呢个位，嗱，冇喐嘅。我而家直接将佢开去第六速。我哋数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啦，嗱，呢二十秒开咗，其实佢依家去到最尽噶啦。依家我将佢特别装喺近墙少少，我就转头想试下佢反吹嘅效果。不过我而家先试下第一速，我将佢降去第一速，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过咗二十秒，大家留意到个胶袋系细力咗、柔和咗。不过如果咁样你都觉得大风，咁就要试下向上抽嘅效果啦。用个遥控直接揿一个反吹，揿一下，慢慢你就会睇到风扇叶会收埋，然后向相反嘅方向转。依家系由下向上望，逆时针转；一阵间就会由下向上望，顺时针转。这个概念一定要很清晰的，当然你家里面你 feel 到有风吹到你了，不过有时用这个方法比较容易理解，告诉大家知道的。慢慢停下来，我直接将向上吹都开去第六速，看看个胶袋当模拟这幅墙会有什么效果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将它开去第六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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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嗱，咁样就模拟到啲风系由墙嘅侧边咁样升翻上去，然后再压翻落嚟，做到空气流动，但系又唔会有啲风直接吹住你嘅效果。好啦，试完风扇同埋灯光效果，依家就系讲优惠嘅时候。首先我熄咗佢先，熄嘅好简单。产品除咗有六个速度向下吹、向上抽，仲有自然风，即系话佢会快下、慢下咁样模拟个自然风嘅效果啦。呢个环境系好静嘅，我俾大家睇下呢度嘅环境分贝系几多。是39分贝，即是好静啦。所以呢个产品就算装喺厅、装喺房，都唔会有噪音影响到你嘅日常生活啦。测试完产品嘅光度同埋风力功能之后，依家我就讲下呢个产品嘅售价同埋优惠啦。产品嘅售价系2680港币，总共有两个安装会员优惠同埋一个自取会员优惠。先讲下第一个会员嘅全方位安装优惠，只要免费登记成为会员之后，就会将原本12个月嘅零件保养升级到去36个月。限时推广期内仲包括埋送货同埋安装，以及36个月嘅持牌电工上门保养。因应唔同客人对售价同埋服务嘅要求，可以选择我哋第二个嘅基本会员安装优惠啦。
產品嘅售價係2680元，免費登記成為會員，原廠12個月嘅 Panasonic 零件保養同埋基本嘅送貨安裝服務，但係就會有500元嘅現金或者超市禮券回贈翻俾你。但係呢個記得就係唔會包括持牌電工上門保養嘅。最後講翻我哋第三個會員自取優惠，唔需要送貨，唔需要安裝服務，限時限量1680元每一支，2支或者以上全單9折，即係話1680加1680等於係3360啊，再9折即係3024，當然係限時限量同埋指定型號。至於產品12個月嘅原廠 Panasonic 零件保養，當然都會有，記得一定要揾合資格嘅註冊電力承辦商同埋前排嘅電工去安裝產品，保養先至生效㗎。以上3種優惠都需要免費登記成為會員，手續好簡單。只需要在这个影片下面给个 like, 留言 TY, 同埋订阅 TY Lighting 的 YouTube channel, 就已经完成免费登记会员的手续同埋攞埋以上这个限时推广的优惠。各位如果对以上影片的内容有任何疑问，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或者直接 WhatsApp92053831, 向我们的客户服务部同时查询，他们就会尽快回复你。多谢各位收看，如果喜欢这个 Panasonic HHLZ4523的天花吊风扇，记得给个 like, 同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，下一条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